2019年的3月18號的夜晚差不多8點我們來到郵報院了，我們那個叫螢火蟲宿先動，螢火蟲宿先動 Hello， 哇肚餓了，吃吧。我們呢都差不多8點先來到我們第一晚的温泉酒店，很古老的，全部都是日本人，不要以為今天星期一沒有人，都不少人住的，不過它不大的，等吃飯那裡起碼我見到十幾人，啤酒、咖啡、奶茶任飲，有私人風呂，即是我們可以一家人浸一個風呂的，很古舊的，這裡就是風呂了，分男女的，亦都有一家人的，任飲啤酒、咖啡奶、咖啡。哇！免費任斟任飲嘅喎，仲有咖啡同煎茶，啤酒嚟噶，飲杯。仲有咖啡同埋煎茶。除了有公眾湯之外呢，有5間房啊，大大小小，私人的，淨有鎖一道門，一家人又得，一個人又得，兩個人又得，喺度睇電視嘆世界。哇！呢度好地道的，全部日本人啊，喺食飯，十幾人講日文。呢個呢就是個室外湯，唔錯噶。露天的，在看星星的，可以2019年的3月19號星期二上午大概10:40，我們現在駕車來到下城庵看瀑布啊，環境真的很好啊，日本。我們的車就泊在遠處了，我們就來看瀑布和河流，你看多澎湃，那條河下面這條都是啊。好，來觀下景先，我們稍後就會走下這條橋的啦。比美湖口瀑布啊，气势磅礴啊，哦，我哋過咗嚟對面啦，頭先行對面嗰條樓梯嘅，就係睇瀑布嘅背面同埋條急流啊，梗係有急流先至有瀑布噶嘛。呢棵大銀杏啊，之記啊，係景點嚟噶。而家雖然冇銀杏咋。哇，樹王啊，
食完呢個豐厚牛專門店，咁啊嚟逛下街呢、這個英式小鎮啊，真係有架車啊，有個英式嘅車。我哋間温泉旅館啊，日本嘅旅館啊，越舊越貴啊！嗱，好似好噏耷咁嘅。我哋架車銀色嗰架，第二架就係我哋架車啦。泊正旅館門口先動啊！啊，幾好地方。係。就係中意日本呢啲河流啊！冇臭味嘅，絕對好乾淨添啊！我哋咧就係嚟逛呢個英國小鎮啊，好似童話式啊。佢咧嗰啲建築物啊，嗰啲都係好得意啊，幾得意！就係咁噶啦。這個呢就是湯布院英國小鎮村，好得意啊！呢條街這條呢就是湯之平街道喎，好行噶，成條街，誒咁樣嘅。呢條街咧就好值得行。幾得意！藍天白雲啊！第二日嘅行程啊，想知道個天有幾靚啊？睇呢度仲好啊！哇！有棵咁靚嘅櫻花喎！呢個就喺我哋温泉旅館行五分鐘出嚟，靚成咁嘅金輪湖啊，叫做啊，睇下個好多杉樹好靚嘅呢一個成個園啊，睇下幾好地方。天空之鏡，幾優雅呢個山莊。我哋家 Roomie 啊，好好用啊呢架車，就泊喺我哋住嘅温泉旅館門口啫，好正啊呢間嘢。
够旧啊，唔好睇少啊，越旧越贵啊。我哋间温泉旅馆有个雪庭院嘅，有啲 wildfire， 呢个就系汤场啊，啤酒、煎茶、咖啡、冷热都有噶啦，几样嘢都系任饮啊。当然啤酒只得冰冻啦。2019年的3月20号朝头早06:00，我们去金轮湖啊，就是去看景啊。哇，雾气氤氲啊。神仙境界，金轮湖，2019年的3月20号星期三06:03早上，神仙境界。烟波浩瀚啊！我哋喺呢去七地獄之前咧，我哋就喺呢個客霧台啊，停低架車，影下呢啲壯闊嘅景色。對香港人嚟講，呢啲好壯闊噶啦。日本係一個小國，小國家嚟嘅啫。哇！你睇下，幾好天。拍下去條公路啊，等我哋揸上嚟啊，直情藤原拓海啊，發甲灣啊。2019年嘅3月20號星期三上晝9:45，我哋嚟到參觀七個地獄。哇，幾好環境啊！呢個海地獄，幾靚啲櫻花，好多櫻花。別府地獄啊！哇，啲櫻花靚到啊！地獄啊，呢度真係，所以話係。地獄啊，不過啲水好靚嘅。
我哋眨下眼又嚟到呢个生锈地狱，哇，几恐怖！不断有地狱啊！鬼之高寒啊，避寒啊，地狱。好天到不行啊！地獄都可以咁靚嘅，地獄真係攞命啊！見佢咁靚，你跳落去咧，幾分鐘就熟曬噶啦。去到第三个地狱，鬼山地狱啊！湿水亦都有干水。地獄一篤來篤往返，血地獄，血地獄，但喺地獄嘅中心都有一啲温泉啊，代表希望啊，幾靚啲色。
2019年的3月20号星期三下午3点，我们去到南立石公园，樱花呢都开得很漂亮，这几天在日本带大家看看几好天。这个公园很大很漂亮的，又有樱花，远处都有。梅花，这一棵都算樱花之王，2019年的3月20号星期三下午接近4点，我们嚟到別府公園啦，賞花啊！估唔到有一片咁靚嘅竹林啊！呢個別府公園，咁人哋一般咧係咁以一個公園咧都四五六七個圍院咁大噶啦，一大片竹林噶，成個牆圍住係冇乜人嘅。大家幾靈秀，仍然是別府公園，是這樣以呢都很大的公園。哇，幾多櫻花開得幾靚，2019年的3月20号星期三下午5点钟，啱啱头先就是我们的酒店，架车泊在旁边嘅啫，停车场就是咁嘅环境噶啦，全海景啊！我哋哇喺呢个老人，
直情貼住我哋酒店嘅全海景。而家落嚟散下步，下晝五點啊，2019年嘅3月20號星期三，我哋酒店啊。